一見到咧呢個城堡咧係好色彩繽紛嘅，佢有好多唔同嘅顏色。咁我自己呢個團啦叫 True Colors， 就係解做我哋嘅本色。我覺得呢個世界入邊共融一樣嘢好緊要，就係我哋唔一定係要煽情，而係我哋點樣正視佢哋嘅特性，然後用我哋最大嘅關懷去體諒佢哋，咁樣先係共融同埋呢個好色彩繽紛嘅世界對於我嚟講嘅真正意義。咁今次拍嘅 MV 其實係好特別嘅，因為係一個中西合樂，即係好得意嘅一件事嚟嘅。係啦，我係一個搖嘅 soloist。就在迪士尼裏面一起錄製，我覺得都很難得的。True Colors Symphony 是一個很共融的古弦樂團，裏面有不同的組合，由小過七歲去到七十歲，由不同的種族，裏面你看到有聽障的朋友仔，有視障的，有些可能患有自閉症。他們都是一樣是有一個熱誠，就是大家都是想玩好的音樂，可以將不同的背景、不同的能力的朋友可以組合在一起，等到每一個人可以發放他自己的本來的顏色，就是這個 True Color 的意義了。而我們覺得一個共融的世界其實就好像一個新世界一樣，所以我們今次選了一個音樂叫做 Whole New World。But I think also the theme actually brings together people in the idea that we all can contribute to making a whole new world。我的身份純粹是一個樂手，我吹薩克斯風嘅啫，今次唔係歌手嚟嘅。今次呢個成個 project 我覺得好有 power， 即係就算唔同嘅年齡層面啊，或者任何 disability 都好，其實音樂係佢哋嘅自信心嘅其中來源 ，just like 我自己一樣，可以有咁嘅 stage， 有咁嘅 environment， 可以去發揮一樣嘢，係啊，好正啊！